我是陈世强律师，我在这里支持何君尧律师参选立法会。我认识的何律师呢，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专业人士，并且在服务地区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他不单止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广博的学识的专业人士，而且是一位敢作敢言的领袖来的，对香港人的家庭、民生和经济呢有真正的承担。他是从心而作，而不是表面的工作。我们今天厌倦在议会里面政治争拗的文化，不可以再选一些只是为个人的利益和政治的理想就牺牲了香港整体的经济和民生的发展的，所以为了一个更美好和谐进步的香港，为了我们有尊师重道的下一代，为了我们有幸福的家庭，请投何君尧律师一票，请投八号何君尧，香港社会更自助逍遥。